咱台湾人的电视台，现在要为你播出《戏说台湾》。我等个日出又黄昏，爱你哪里敢相问？无人听声，无人问，心头暖暖滚滚。我等个心心难无心的一句话害死旺财。在伫个村民的拜托之下，金元帅伫旺财饮食水边啊跳将鬼要来定煞，伊叫旺财爱即时去投胎，想要甲旺财说偷偷走来心难引导咧，啊先带两位一片的真心，说借伊上身，要还给心难的消息。你是咧讲啥？咱毋是已经做伙啊？你搞放过好无？我感觉足痛的。你就给我抱一下嘛！哎呦，这抱不起你了，放开啦，就疼！喂，你竟然吃心内豆腐哦，哈！哦，看起来哦，我直接比你较疯啊！再重新列位啊！有白讲啥啦？有我刚刚是甲心烂烂条条呢，我无甲吃了，你看。我手也无豆腐啊，哪有甲食豆腐？你莫有别甲我冤枉哦！莫怕！哼，我真正无你烦。规定哦，你不要甲我看着心难，知哦？好啦，我知啦。你想我会记你即摆讲话啦？哼！哥，我拄只咱心内感觉足好个呢。小等一下，我搁来最后一届就放手。而且我无尊重伊啊，我一直拢足尊重伊啊。安尼应该无算是讲话无算话啦。阿信，阿信。你是安怎啊？无啊，我无安怎啊？啊，迄天吼，我去看人表演啊，啊，看到一个人吼用巴肚讲话，啊，足厉害呢。你什么时阵这尼啊亲友去庙口看人用巴肚讲话啊？你看，愈讲愈闹鬼啊吼，紧走！你卖啰嗦啊，卖啰嗦。阿星，你今日是安怎啊？哪会这么奇怪啊？无啊，无啊，我无怪怪啊。我今日就想你的，就想你的，你敢和我揽一下好不好？你今日是安怎啊？靠袂着，就要甲我揽？你安尼，好阿姐看到，伊一定会甲你拍到做到白。欣然，我无歹意啦。你哥好啊，你啊，进来，进来，放开，放开啦！我不爱了。奇怪，我乃感觉伊的感情一点仔都无亲像阿信。阿姐，进来救我！进来，放开！进来。你救我！阿姐，这到底想怎啊？你不是阿信，你是王宅少爷。什么？进来！你莫听我白讲啦，你阿姐听笑，你听笑啊！放开啦！可搞现主王行？你莫做啦！你莫听笑！
我已经跟你超度过了，嘛解开你的锁吧，送你去地府啊！是安怎你就是偏偏无爱去？敢讲你一定爱我出手，跟你报告魂飞魄散，你才敢玩是无？我听无你讲啥，我不。这条的，你莫搞我抓，你放我走，我无什么可死一遍啦。什么？这是你表的。小心！你怎么？你怎么？你嘛是要替伊求情是吗？嘿啊，金元帅啊，我知影。一定是阮王财啊吼，去磨烦着恁心人啊，你才会这受气，要甲收你。啊，不过吼，你嘛代言讲，我这个戆囝只不过是对恁心人啊一片痴情，啊，不是什么歹人啊。你莫甲手势野蛮，放伊煞好不好？我嘛无想要安尼做，那不是伊对心人高高低，我哪有可能无缘无故要对付伊？好，你给阮一点时间考劝伊，我相信伊一定会回心转意。你好好考劝伊，人贵所道。伊若是继续甲新人安尼勾勾缠，恐惊对伊两个拢会造成伤害。我不知，你这乖囝听阿爸的话好无？阿爸，阿你都已经死啊，唔着今日投胎转世，唔通搁直接受空受空，吼？我不爱，我要死人，我就是要死人，我不可以放弃啊！你姐到小姐，我已经三番两次原谅你啊！你是安怎就是讲没存钱？安尼好，既然你一定要出手，我就心转你。金元帅啊，算我这个老求你啦，我吃到这济岁，干了这个孤囝尔。但伊即马死都死去了啊！唯一的心愿，就是想要甲恁心人斗阵念念。算我一个老的求你，我求你将心人嫁予阮后生的神主牌啊，好不好？我早都讲过啊，人贵殊途，伊安尼姊妹母哥。我哪有可能放伊煞？囝，我走啦！你不要再做了。桃花，这件代志你莫管啦。伊若是搁在新南国高地落去，我甲新南更有性命危险，我绝对袂当会安尼做。囝，我唔爱。王仔，金文，王仔啊，我这个心肝囝，天啊！我来去同我的囝魂飞冰山。我人家讲，应死食囝孙，人唔赶紧克服沉重，也不断吞食，才有血缘关系人坚持。若受人伤害你，就趁这机会，在尸体顶面放五桶，应死身上无痕的气体结作火，变作恶。我受着，我受着，要安怎做啊？阿囝，你等，阿爸一定甲你斗三工。你跟我有什么意思啊？高老爷！啊！就说的，就说的啊！我们休息啊！金文山，你把我抓，我要不得我的抓！我洪仔，既然你已经过身啊！你都应该去地府等待轮回转世，是安怎又搁再来勇敢对心人高高低？金元帅，我真正就介意心人的，你莫怪我走好不？你让我惦在身躯边，我一定好好啊保护伊。你今嘛是一个无任何力量分明，你是安怎保护心人？我再讲了，人贵殊途，你早都应该去地府报道，你就是天天不爱去。王仔，我问你，你到底是要去地府报道，还是想要魂飞魄散？
我王仔，唔通怪我。我是真心换作情，痴情的王仔虽要魂飞魄散啊，这声我来啊，敢有能救这个戆囝呢？阿爸已经将五毒拢压在你的身躯的，直到阿爸就算讲拼甲吼夭寿短命，嘛要替你出一口气。你去吸一挂地气，变作一个乌龟。你想要创啥？你就去创啥。这是阿爸一世人最后会当替你做的代志，戆囝。
心啊！金文，你要紧吗？是你叫我。我输啊，是我欠你一条人情。金文，你那许王财阴煞气伤着，你看，都恁新郎的婚票嘛，欠用到期啊。咱若是搁唔肯去救伊，伊就得要亡命。你煞搁离家搞计较你的面子。心兰，心兰，心兰，王财伤害我以后，今日我甲心兰分别转走，伊死在我公公。三哥，你去想办法救心兰啊！只嘛唯一的办法，就是先找到王财在地什么所在，然后开棺取义集团过刀作伙。安尼才当甲新郎分别追倒转来，咱紧全国老爷们好心做。我老爷，新郎分别哦，叫王财先后搞糟了，就昏迷不醒啊。若是跟他乱哦，伊真正变作一个外星人啦。我老爷，你刚认真看到新郎变干呢？嘿嘿嘿，我这个公家真正达成伊的心愿，甲新郎抓去做伊的新娘，恁爸真正替你欢喜，有影搞。是啊，五老爷，只要你带阮去王财台的所在，将伊的棺材拍开，摕一块骨头给我做法，安尼我就会当将心兰的魂魄交倒转来。什么？你讲要将棺材拍开，甲阮囝取一段骨头去做法？不可能啦！五老爷，假使你无给阮开棺，心兰一定会无命，安尼你就害死一条性命。敢讲，你真正忍心安尼做？嗯。我老实跟你讲，今日就算我死，嘛不可能跟王财大人都跟你讲。俗语讲，好手怎啊敢让保平命呢？我老爷逆天而行，嘛要帮助因囝王财来完成心愿，心难敢我多活命呢？今日就算我死，嘛不可能跟王财大人都跟你讲。才阁给恁家己的分别，甲抓去凌迟，我不要戆啦！你讲什么话啊？哈，是王财唔对呢？你搁伫遐暗号伊哦？你是老冤家是无啦？你点伊？王财是我唯一的孤囝，结果为着心难来死，一命赔一命，本来哦，心难啊，都要落地府赔伊啦！我时间都跟你拍哪凉了？你怎样安尼啊？嗯。喂，阿星，别个叫啊，咱是紧离开，想办法去新南开要紧，行。我惊，这是阿爸最后会用替你做的代志。便你一定要较成功嘞，绝对唔通让心兰的分别卷手登去。心兰啊，咱两下都在做位，我就怀疑。我跟小雅，你干嘛再放我登去？我求你啊！想要跟你做伙，所以你一世人拢爱陪在我的身躯边，我袂当放你走。看来我好好跟伊讲是袂用的，我一定要想一个办法。既然安尼，我无想要无名无份跟你做伙，咱应该申请才对啊。嘿嘿嘿嘿嘿，你我嘛想要跟你申请，安尼我就是新郎啊，真好真好。那安尼，我想要一束新娘衫，啊，搁有鞋啊，搁有破链、手指，你应该去准备一寡婚礼的物件才对啊。啊，对哦，新郎啊，你放心，我阿爸有烧足侪钱给我，我会当买足侪。金马的，还佫有新娘衫给你，你乖乖伫只等我，我念咪就回来哦。好好，你紧去，
进去。哎，你袂当骗我，我足巧的哦。好啊好啊，我要做新郎啊！我要做新郎啊！不行的，我一定要赶紧出去。这是什么声？金龙太子黄娘娘一命，修好要送予金元帅甲桃花做好礼的仙徒，但是现在伊要将心内的粉票掠去呢？敢讲这个金元帅有什么关系？金元帅因两人的消息隐瞒，敢有法度直接四人修成正果呢？听讲高阳大寮两皇宫内底服侍王母娘娘，除了掌管人间婚姻甲生育儿女的代志以外，我要解救一个叫查甫云刷掉学生因啊，看伊的前世今生来解治病。去了啊，去国外遮济，去怎画着？转来教校，然后佮入教校，就伊佮第三空空间讲话啊，迄阵足严重的啊。后来咱母娘家母娘怎啊讲伊的代志？伊讲迄是伊世缘三世情啊，蛮约束的。查囡仔怎嫁别人去，爱着一个分足重，过来是搁去上吊自杀，底下等伊。他讲来世啊，一定要搁娶你为妻啦。最后，王母娘娘赐甘露水给女学生啉，搁替查甫云超度，女学生才豆豆回到正常，完成学业。俗语讲一句话，三斤六重。丁世人因人的话，这世人要怎行？现在的土地拄着双车劫，丁世人伊免坐，甲囝儿坐当来相催。这对新人欢喜冤家，竟然用土地幸福要来拼输赢。输命要占上头花，输夫煞要接双车线。欢喜冤家地主会安怎了解土地真济呢？下礼拜同这时间，请继续收看《戏说台湾》，红母娘娘诉婚。